黑色比基尼，然后因为其实拍 MV 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一个辣妹，然后我骑那个重机的感觉是载着辣妹到垦丁，好帅哦。你太瘦了，你不能像那个辣妹一样，所以那个人选不是你。我也不敢跟你在。前几天那个上那个朱哥会社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跟朱大哥有一个想法，我就说，朱大哥，我有个心愿，就是说，如果哈、哦、有一天我可以开车载你跟侯怡君一起上高速公路。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然后给你两个被吸引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的歌，第二首新歌，《黑色比基尼》，但是那个辣妹演的不太好，你下次看。
人排队，我是阿哥是阿兰队。